林志颖继承了妈妈的不老容颜，和68岁的妈妈合影，认成亲姐弟。说起林志颖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他是娱乐圈里的不老男神。当年出道的时候，林志颖真是盛世美颜啊，可以说是现在小鲜肉的鼻祖。小鲜肉中林志颖说第一恐怕没人敢说第二，现在林志颖已经40多岁了，可看上去还是和刚出道的时候没两样，光看外表的话是根本看不出来林志颖的年纪的。林志颖当年在娱乐圈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后来在他最当红的时候却选择了结婚。林志颖的妻子陈若仪是一名模特，名气没有林志颖大，但除了是一位模特以外，陈若仪还是林志颖的忠实粉丝，两人同在娱乐圈，陈若仪的机会也多了起来。后来陈若仪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林志颖，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在一起没多久，两人就宣布结婚了，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。陈若仪还为林志颖生了3个可爱的孩子，林志颖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。陈若仪长得漂亮，身材好，孩子聪明又可爱。后来林志颖还带助儿子 Kimi 上了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在节目中可以看得出来 Kimi 和林志颖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长得很像，看来林志颖的基因还是很强大的。除了 Kimi 之外，林志颖的妈妈基因也很好，林志颖今年40多岁，而妈妈已经68岁高龄了，早已过了花甲之年。不过我们都知道明星们保养的真的是非常好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林志颖的妈妈，也就是 Kimi 的奶奶，带住2个小朋友一起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拍照，但是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精神，反而是像40多岁的人啊，穿住一身花裙，看上去还是非常尽力的呢。所以说想要维持年轻的容貌，除了细心的保养之外，还要时刻保持愉快的心情才行。俗话说得好，笑一笑十年少，这话一点都没错，看林志颖和林志颖的妈妈就知道了。看到林志颖和他的妈妈一起拍照的照片，更像是姐弟啊，看来林志颖这皮肤保养的也真的是太好了吧。很多人还是喜欢林志颖的，大家想不想知道林志颖每天都是怎么保养的呢？小编也很想知道啊。林志颖继承了妈妈的不老容颜，和68岁的妈妈合影，认成亲姐弟。和林志颖同年的郭德纲已经成为老油条，也不知道郭德纲看到林志颖的额时候心里作何感想呢？参考来源